里是药王街夜市，咱们来了解一下长沙的夜市美食有哪些，物价怎么样？18一斤啊。32块钱。此时重量显示为740克，如果按照18块钱一斤计算，740克的价格应该是26.64块，但是却收我32块钱。于是我便想看看这有没有问题。注意看，手机重量虽然没有问题，但是价格却是1公斤47.6元，也就是23.8元一斤。这个其实比确定少两更严重，它是一个典型的地标高级价格欺诈，比确定少两更恶劣，行为很难被发现，它也更容易去狡辩。此时我想看看这有没有档位，不小心把单价归零了。大哥，你再放下去看多少？完了是吧？此时老板才将单价修改为每公斤36块。还说我是说你哥了，9.8一斤。这个死了吗？其他的老板根本不用等，还是9.8一斤的8.8零。你看他那小兵过来了。此时女生说她之前购买时不是这个价钱的牌子，离开后我们又偶遇老板，果然发现老板展示的价格变了。这个呢变成40块钱一个，130块钱。收到这个情况以后已经开始核查，如果存在违规情况，我们肯定是依法依规处理。